你知道吗？一个烟蒂可以污染100公升的水。还有火灾。你知道吗？一根烟，因为烟蒂引起的火灾数量，台湾平均每年是2953起。哇，那还有，人体污染呢？人体污染，你知道？一根烟蒂里面包含了200多种有毒物质，其中12种就是致癌物质，生铅、铜、铬、镉、尼古丁等都是致癌物质。还有空气污染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吸食了，你抽烟的话，你也会制造3手烟。那还有环境污染呢？你如果呢，你把烟蒂丢到了花圃里面，它会影响到植物的生长。哇，那你知道蛮多的吗？那海洋污染，这绝对搞得到你。这个简单，你知道吗？烟蒂呢是世界上第二多的海废。哇，因为这烟蒂这么可怕，所以我们做了6大类的行动，让大家知道烟蒂的可怕。一，烟蒂行动，我们纠团解决了烟蒂，然后还有设置了结尾。在公共场合合作，然后是进行烟蒂的倡议。我们与淮山国小一起交流，并且去倡议跟解烟蒂。三，与意见领袖进行倡议。我们跟了总统候选人，还有董事基金会请益。四，媒体社群平台，我们有 FB 的社群平台跟 YT 频道。五，烟蒂不落地行动剧，我们希望以行动剧来让大家认识这个烟蒂的危害。六，跨国行动，我们跟加拿大、美国还有韩国等地方进行了跨国交流。最后，如果呢你们就是请帮我们订阅一下我们的 YT 跟 Facebook 频道。你将要手机拿出来，扫码这边。这里，或者是我们是直接，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跟 YT 频道上面，搜寻不落地也会出来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如果想知道更多，可以等一下录完之后来到我们的摊位，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讲解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